2024年春运今天正式启动，为期40天。春运首日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60万人次。今天不是春运的第一天吗？然后正好感受一下这个氛围，然后就过来了。天没有，这是第一次，然后正好赶上了。感觉氛围挺好的，然后一下感觉就要过年了的感觉。哎呀，对呀，回家了，我要回家了，真是开心，晚上都睡不着觉了。